对啊，你奥丁好多、哦、啊，你奥丁好多、哦，没有，我特别去打，因为那时候原本想说要练奥丁，因为我觉得那时候奥丁还蛮实用的，嗯，对啊，嗯。好，如果你们大家今天呢来看我的实况呢，拜托你们，如果你想要看很专业的，或是很厉害的，或是想要听到很厉害的，就是解说的，可以请你们先关掉，去转去别的地方好吗？因为我们红林开台呢，只是希望就是大家来就是聊聊天聚会，或是看看我玩神魔之塔。那如果你想要得到一些你觉得很就是很厉害的什么什么游戏资讯啊什么之类的。抱歉，我这边可能没办法帮助到你哦。对，就是我希望就是大家不要觉得说一定要得到什么很专业的什么资讯什么之类的，然后来说我转租技术啊，来看我转租技术什么之类的。好啦，就是大家知道这样讲，希望就是转给大家就是聊聊天好玩而已。平常心，平常心。对。嗯，我看一下，别用洛基转身两个。哦，洛基要转身两个哦。啊，对，好像转都转身。弄那个技能应该是要你转，不要用洛基啊，然后留号角来转两次。对。转两次还不错用啊。我也觉得应该转两次还不错。嗯，两次还不错，因为它另外。如果转就是转身过后，它好像是一个大号令。因为我自己没打过，所以特别想看实况的老马。什么老马是什么意思？这个是香港话的意思吗？就为大家轻松玩，情人节快乐！今天是情人节哦，真几号？各种十四号、啊、哦，对，嗨，大家，老马就是班长，你们也太可爱，我跟你讲，你们希望我在第几层班长，我快笑死了。来，我们开台，看红林会挂几次？对，就是看，就是我会到哪里这样。哎呀，开盘。嗯，好，先试一下，就是转身。冲吧！你看，我今天特别去领出来，从包包再领一个那个号角，因为号角不多。我今天打开的时候只有两个，然后赶快再去领一个。欸，其实好紧张哦，因为你知道实况厨子有送一只不是吗？对啊，啊手抽又送一只啊，两只啊，四十层，四层太，四层打完好吗？等一下。先打这个，这个很简单吗？也还好，还好。你觉得还好？你要问龙虾比较深刻啊，因为龙虾它你打这个打很多只。我觉得还好哎、欸。我看一下哦，这个是强化，对不对？哎、欸，第一关是强化啦，强化猪。可是我就没按猪嘛，为何要这样欺负我呢？怎么办呢？绿珠吧，先绿珠。啊，一二三四五，救命啊！我这一关是就是五颗嘛，然后连在一起，就是每一回合有五颗就连在一起，啊没有就消珠就好了。可是我记得要留新珠，对不对？对啊，按珠。救命哦！现在不要消。什么不要消？安珠不要消，先留，然后消杂珠，然后再补血。天啊，我好紧张哦！啊，他新珠给我好多，真开心。等一下，现在可以有少安珠可以用了吗？可以。等一下没有，我记得要做全体啦。哦，有五颗啊。哦，好给力哦！哎，这也太给力哦！等一下，那这样呢？还要再等吗？还是要直接打？等哦，再等，再绿珠、哦。对，啊，然后新珠先不要消、哦，新珠因为他要攻击。啊，我绿好少。
等一下哦，还是要再等吗？对，再等，有五颗再消就好，再攻击就好。啊，要等五颗哦。哎、欸，你跟我解第四只的时候，啊，一直卡暗珠。对啊，我很容易这样子啊。我解第四只也是啊，一直卡。要啊！我绿流星珠，这样有五个吗？有，可以打死他。不行，好远哦！我只有四康，四康也可以带走他哎、欸。然后，所以这个是。光是暗珠，光是暗哦。对，然后新珠一样是新珠。哦，所以新珠，所以现在可以攻击嘛？对，可以啊，他可以一直打，你不用这个就直接打就好了。新是新珠，所以可以留啊。那这样我还是卡暗珠啊？对，没有这个不用消强珠没关系啊。可是我没有光珠啊，对吧？对啊，我就给他消消消。哦，你再打这个压力好大哦。应该是开台转压力比较大。对啊，又没有你们陪我转。平常心，平常心。台主压力太大。哦，还好刚刚有补血，现在是没有。绿珠，绿珠。啊。我没有转到星欸，我没有转到星珠欸，我要死了。下一回合也是两回合打你一次啊。然后这个是问号珠哦，移动问号珠，所以你要记住你的珠现在在哪里，要怎么转。补血补血。哦，太厉害了吧！龙虾给力啦，知道吗？那个我觉得你那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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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转了。先转。你说？我说你刚刚按住那么多，其实可以把洛基开下去，没关系。哦哦，所以、哦、没差，尽量消猪吧，因为你只要不补血的话，下一回合会 GG 哦。可是我没有新珠了啦，我要悲剧了、啊。一组怎么办？一组有点，一组好像不太够。怎么办？有点牵强。我要哭了，我。如何？等一下哦，拼了。对啊，多扛啊，然后尽量补血吧。我只有两组啊。啊，你没补到血，你又没消。啊哎呦喂、欸！天降，哇、哦！暴力，好啦，那我要继续打吗？吃啊，没关系。不要吧，不要重来吗？重来就好啦。啊，可以的，看你。我觉得吃屎很丢脸哎。比方说啊，我连转身都要吃屎，好丢脸哦。可是我觉得我常常就是在解的时候，常常会卡清楚哎。是哦，就是不一定是这个啦，就是常常就是要那个解放他们的时候，常常会卡。我觉得真的太吃人品了，没有啦，其实我转也没有很厉害。然后刚刚我又少转到星珠，他本来就是个毒星之塔了。啊！重新再玩，刚好可以做强化。现在做强化，对啊，第一关要做强化。
去找一下人，人来这边收看哦。哎、欸，我们家阿福好像在，真的吗？阿福啊，在啊。阿福又在说他没钱了啦，今天花120000去血拼，还说没钱。哎、欸，龙林，嗨，阿福说要送你那个128G 的那个玫瑰金啊，真的假的？对啊，阿福说的。真的假的？他是认真的吗？啊，他就卖不出去啊。真的假的？真的啊。他是认真的吗？我叫他送我，他不要啊。哦，他说他不要是不是、啊。好了，我们不要强迫他。他说要卖我换现金。哦。啊，我说不要。对啊。我到底要转什么啊？哎、欸，好紧张哦。轻松。放轻松。这要转。这样转已经很厉害了，好不好？比我厉害多了。问号猪。水是心哦，你们刚刚怎么这么厉害？马上看出来水是心啊，然后火是暗。水是心，火是暗哦。对。水是心。加油！都随便转哎、欸，算了，随便转。要转火对不对？对对对，火是暗。要补应该不用补吧？我刚才想说要不要补血。这边是台。龙鳞各种卡暗珠。我没有。各种卡，这也太夸张了吧！啊，我现在还是没有，是？对啊。哎呦，觉得是有点讨厌呢，我都不知道自己在转什么。要转水跟火，水火。水跟火。好耶！就要打到这里了，你直接开洛基好了。等一下，我说我现在可以开吗？可现在只有几颗。等一下吧，暗珠好少，才5颗而已。反正不开白不开。不然等一下一只卡，打死了都还没开。等一下，我想一下哦。之前是跳就开了。啊？我说我之前在打都是跳，然后就开了。啊！现在只有2个哎、欸。对啊，然后记得流星珠哦，消杂珠流星珠。消杂，哎呦，这真是考验我的，我的妈！还可以补血。
可以啊，在这里听我各种哀嚎。五颗连一起就可以过了，要转咯，五颗连一起补得回来，新珠哦。我转到吗？有。这的好多问号，根本就看不太到。我觉得我快死了。好啦，这个打不过我，真的要克死了。等一下哦，一二一串，这也压力太大了吧，我的妈！哦，你可以先想好路径再开始转啊，不急啊。哇！我想好，大概直播可以关台。那哇，好给力哦！可是没有，有还有一组黑补，补血补血，你。啊，好紧张哦！我快死了啦！啊，怎么这样？各种卡。一二。补血加攻击吧。我觉得。嗯，好。有没有五康的路径？一、一、一、二、三、三，我怎么想都想到三呢？我快笑死了。而且这个，有五康让过吗？不行吧？哦、好可怕哦！没死嘞！啊，你记得要攻击哦。替他攻击哦，多康攻击，你现在多康攻击应该就过了。对啊，你们真的是在考验我。应该有机会哦。过了。过了过了。真的吗？是这样过了吗？记得要消安就好，你不要不要转一康呢。这样压力很大。过了啊！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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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我们克死了。好啦，我觉得很好笑，打这个打成这样。耶！耶，过了。各种紧张，我看一下怎么打。佛金哥无所，什么是佛金哥？佛金哥。我在看留言板。佛经哥就他留言会留什么南无大慈大悲什么的，不是留佛经啦。他是想要我们大家就一起那个，太可爱了吧？还有这种歌哦。他是要叫我们大家去修佛教。你们都有打那个吗？就是新轮回啊。虚幻对啊。我昨天有看到很多人打。就是他们建议的队伍啊，有人说要用毒龙队，可是我没有练毒龙，所以我还没打过。你还没打吗，龙虾？我今天的还没打，今天还没。在酝酿啊，那你昨天有打吗？昨天打到二十级，哦，卡新珠就死掉了，锁技啊。呵呵呵呵。对啊。所以我昨天是用这一队打的。你怎么不把它转过啊？哈？没有，你现在等一下转哦。哎，你的那个北欧要把它按回来。哦，要按回来哦。对，这样攻击会。他比较，他怎么按回来？点一下，点一下。在队伍里点吗？没有，卡片那边。对啊，怎样？我想，他现在在包包，点一下，然后对，确定。他
他回去还是92耶，好过分哦。因为他攻击力会变三倍啊，他隐藏的应该会变3.5倍吧。我好多那个啊，奥丁3.5倍，我很多这个垃圾哎、欸，这样有93哎、欸，93，哦，那还是要吃那个啊，异界，异域法眼，对对对，吃法眼或是机关骑士都可以的，92这样子，我要吃92、93、94、95，七只。96、97，哎、欸，好多哦！你可以先吃啊，然后再吃一些小只的小，再喂一点小灵魂。你看我这个都舍不得吃哎、欸，对啊，我想说，只要升级就好了哦，你只要升级就好了，不要吃太多。对啊。因为我都没有去喝，然后包包很多很多阿布拉扎的垃圾。好啊，你开一下蓝牙，我传给你、啊。怎么传？怎么给我？你开蓝牙，我传给你、啊。没料。94、95、96、97、98、99，就是三、啊、要吃吗？可是你这样子很浪费，卡在一半。啊？很浪费，是不是？有觉得有点浪费啊！哦，有人说留着当古董，赶快吃掉，直接喂骑士跟法眼啊！你现在应该可以再喂一些小只的。对啊，可以喂小只的，只是我没有整理包包，一个骑士加4个法眼。一个骑士加4个法眼，差不多吧？对啊，你们就要吃吗？现在是不是95吗？现在94。九四啊，吃到95不是一只骑士加一只法眼就好了。哦，三等啊！你看我包包好多垃圾哦。啊！现在来看我那个，哎呀，那个堆肥的时间。嗯，小魔女。堆肥时间。是4个这个吧？17会太多啊？不会啊。不会吗？不会啊，他可以到18没关系。哦。那个我已经忘记了。啊，那你都怎么堆？我没有在堆肥。那你龙虾只堆灵魂石，而且都堆万年。我都堆万年。啊，这个只有12。少按。没有了，这个是小的。然后你现在喂的时候要看一下经验，看可以直接让它到95就好，不要超过太多。等一下，17的看一下，这样还不够啊，再一个。啊，95了，好，好，那两只。然后再一。等一下，再一只的那个骑士跟法眼，这样就可以了。什么颜色？我一个是红色，这个吧。对啊。大家。法眼绿色，有第四排、这个、最后一只，对，哎，这样子。对。那这样就满了。耶、yeah ！红灵有抽。赛特不是之前的吗？我好记得好像之前有抽过耶，已经关掉了吧？就是之前，对对对，他不是之前很早就有开放的，那时候我好像就有抽到，我记得好像有啦，我看一下，他是什么？安德，人类，人类，有一只啊，是不是？有一只是这个，那个，对啊，对啊，就是之前很早的时候，就是很早的时候我有抽到。看一下哦，刚刚吃了一片半无刺的什么？丝木鱼。丝木鱼，好了吧？丝木鱼很好吃哎、欸不要再诱惑我了，我肚子好饿。你还好吧？你身体还好吧？
我身体还好，脚不好而已。哦，脚，对，那个脚要顾好，真的。你才受伤，就是另外一边，然后现在又那个。对啊，两边轮。对我的话，你们有什么建议吗？因为我昨天是用这个打，我昨天打到15就 GG 了。比我强。你们、欸、我第一天用那个官网的队伍啊，然后在第十一还是12就死了，他骗我。他哦，11的时候。对啊，没有，我跟你讲，我原本前面快死了，后来就是技能什么技能都给他放了，因为要卡新珠，如果突然卡了新珠，然后就很容易就挂了。所以这样可以吗？不然我就用这样打。我昨天看到有人用洛洛打，超强的，就是有人贴那个分享的队伍，洛洛队也可以过。可以啊。不行啦，我觉得我不行。洛洛，你有加奥丁的话，现在已经变成。12.25倍吧。对啊，他倍率有提升啊。哎、欸，大家都用光哎、欸，这个好强哦、喔。这个人是磨多久？这个磨多久？这一天吧。这个这个他应该磨很久吧？这个到第几层？这是打完才会有在上面，对不对？對啊、完成数40，这个好强哦、喔。这个我在磨完那个大家都睡着了，然后睡着了，对，然后应该很花了很多时间，3个小时。这个他用龙队耶，好强哦！这个好强哦，而且他的全部都是欧美，好强哦！主攻龙队，这个我都没有光啦，他们都用光的，可以试试看暗队吧。嗯。要搭妲己啊？对，哎、欸，对啊，因为我昨天搭妲己，是搭妲己，我觉得搭血量有点低耶，是、哦、虽然恢复够刀，血量有点低。可是他可以就是 combo， combo 数够、嗯，你们觉得呢？我觉得洛洛吧，洛洛，而且要搭洛洛，什么阿洛洛？什么？是那个啊。如果我搭的话，会搭洛洛啊。哦、oh. ，对啊，而且你要找那个哦，找已经转身的，转身对，是头像要转身的吗？对，他头像转身的左上角那边会有一颗暗珠，头像组形状会不一样，所以你看我这边是不是都没有？那个没有，你就按，你先可以按出去，按上一页，然后选择战友那边吧。哎、欸，不是啊，我先点进去。你按右上角那个，然后神主，然后攻击力，然后最下面它不是这个吧？7/7/8，没有，再拉下去。哦哦哦，看到这个都是吧？这些都是。嗯。啊、我记得我是放那一只没错、啊。你哦哦对啦，你是。哎、欸，可是你没有放龙科哦。哦，因为是带的，我带。那你找有龙科的、啊。哦。随便选一个吧。洛洛，哎呦，我好害怕哦。好吧，那我就这样子哦。可是现在洛洛比较强。真的齁。对啊。好。结果如果我们在那个第五层以前 GG， 我们就来玩那个多人，我们就来看厦大的多人游玩呢。对啊，现在大家开始那个留言说，猜猜看我会打到第几层？你们来，我们开盘，开盘，开盘，开盘啊！我跟你讲，我昨天才打到15，而且前面很危险。第一天11，第二天9关，第三天6关。打几又没用了。我第一天打，那我这样就卡暗珠欸。我记得我第一天打好像才有几关。你说什么？我说我第一天啊，好像才打不到第五关就挂了。因为前面我记得昨天打的时候有一个很危险的地方。而且我都没有看关卡资讯，然后我昨天也没看啊。我觉得要如果真的想打的话，真的要看一下关卡资讯。
觉得这一次出的还是要带一点运气。真的啊，是要带点运气。对啊，卡星就死了、啊，因为你还要洗技能。龙虾，阿福叫你当庄。啊？阿福叫你当庄啊，龙虾。他们想叫，他们想要看他玩，是不是？不是，没有，他说那个啊。亚宁打到第几关？啊，肖威叫那个阿普那个啊开庄了、啊。他们看一下，哦，他们叫我洗技能哦。啊，这里。好吧，那我洗一下技能。先不要打他哦。先不要打。对，让他打一下，他会进入两回合，他、啊、再打，比较保险呐、啊哦。这一次打你12432滴，这样吗？对，你可以打，现在有两回合。可是怎么这么多星珠啊？哎呦，还好还没骷髅头。那我现在先绿掉，然后打你应该你都。所以我现在随便转。你如果空转，对，就空转吧，保险一点是空转。对啊，一样是两个。是啊，我压力好大哦，救命哦！这什么残血啊？一定要打死他啊、哦！不然要GG了。每关愈下，我第一天19，第二天13，第三天6关。就是有时候我就带什么队伍啊，这个呢，这个应该不难吧？这个基本上是我的话，我会直接开那个啦。直接开了？先开那个开一只就可以啦，你流转新的啊，开魔羊。开魔羊吗？可是我好害怕，因为它好像是燃烧路径吧？对。我没记错，这一只是燃烧路径，对、啊。然后它血量是不多啦，啊、你开的话基本上就可以开。那我可以先转一波吗？可以啊。再打。好可怕哦！我不知道怎么转，这好像三缸。好转。这还好，因为它 CD 比较那个。对啊，它 CD 比较长一点。哦，我刚好带走它。第五关强化盾。哦，很烦。对啊，一直那个，这一直打你17000多哦。是哦，嗯，还说啊，我要开技能啊，对不对？开啊，我是不是要开？对啊，可以。是全开吗？啊，双子开双子。开双。还是再开魔羊？还是？是觉得开魔羊就够了、欸。开魔羊没有强化啊。对啊，开魔羊跟开洛基。没有，你开哦，对啊，也可以啦，对嘛？开洛基，对，对啊，魔羊会有吧？他开有哎，石牌，对啊，就有啦、啊。哎，可是你没打死他，他打你会剩哎，你的血是多少啊？17893哦，对，17983。他打你17472，没关系啊，他如果被打到的话，可以开那个啊，开双子啊，也是可以啊。对啊。我只转了四康，这个血好厚、哦，然后血140几万。其实他只要有消到一个强化珠就可以了吧？
对。啊耶！刚刚好，吓死我了！哎、欸，我是打前面而已，就是很紧张哎。这个应该还好吧？八，这个应该还好啦，写到40几万而已。对啊，两组暗珠基本上就带走。啊，因为他会把它转掉。嗯，然后你转全体啊，让全体去打他。耶、yeah, ，真的是刚好一次带走。这个呢？问号猪，这个问号他好像也是移动路径问号吧？哦，没有啊，那是掉落猪20%变问号啊？是哦，对吧、啊？关卡还很熟悉，他打你12000多。他带我用哦，所以现在是还好。对啊，没错、欸。遇到这一只还好了，我昨天遇到那个三鼠盾啊，卡超久的，永远三鼠盾就是很讨，我很讨厌指定消哎、欸，就很机车、啊。这个我觉得很可怕哎、欸，这个只有 CD 1呢、欸，这个要爆吗？这个是越攻击，这个是越攻击越强啊。对啊，你用就把它尽快把它打死就好了。可是还是我要开蜘蛛。不用啦，不用。这写到一半就会哭头，不会痛。他前期打你不会痛。可是我怕我等一下再打他很痛。不然你直接开魔养啊？还是我开蜘蛛先动一下？蜘蛛不要开，没有开魔养，开魔养吗？然后一次带走。对啊，看能不能带走。哇，这样要转很高哎、欸。我觉得可以先转一康，先转一次啦，啊，然后再开啦。真的吗？是没差，没有，现在我有可以洗技能啊。对啊，他现在到前面打你不会痛啊。哦。在下一关洗比较保险，我觉得。看你吧。好可怕、喔！这个前面后面还要打完吗？他可以一次带走吗？不是越战越强，所以你打没关系啊。哦，所以哦，他不是哦，他不是啊，他只是他打你越多下，他攻击力会越高。哦，我懂，我知道了。我这样可以带走他吗？我好害怕、喔。可以啊，回血，然后两组按。回血两组按。对啊。嗯。觉得你开魔养好了、啊。魔养哦。对啊。反正下一回合可以洗技能。下一回合是？下一回合就打你只有5000多而已啊。知道怎么转比较好嘞？哦，转这个压力好大，我没有切猪哎、欸。洛基还好，双洛基还好，没有切猪还好。这要回血了吧？我开双子。对啊。然后燃烧，不要动到哦，不要去碰到、哦。那、啊、一回合只打你5800而已，你可以洗一下技能。
他只是不要动到而已，对不对？对，不要动到。我卡星了，哎、欸，还好。还好啦，两组新珠。现在是不是七康哦？这个你们根本就在考我。你可以的。这个好难哦。不会啦。因为天降，没有天降。这个要新珠了啦！哦天哪，我觉得我死在这，因为原本我记得我昨天是用那个过的，昨天是用。啊对，我昨天是用妲己过的。天降，还有谁？啊！我要死了！两下、啊，我应该开蜘蛛的，对不对？我应该开蜘蛛的。开蜘蛛他会，他应该不会死。对啊。算了，没关系啊，我完成地球了，果然是每况愈下，每七康少一康做一下。嗯，对啊。好吧，大家有算对吗？每况愈下。没有，这个本来就不好打了。应该带个安多或者带个妲己这样。对啊。安多蜘蛛换，可是蜘蛛你如果换安多的话，后面其实也蛮危险的。哦、欸，对啊，有的观众没奖品，猜刚刚是有人猜中吗？刚刚谁猜中了？猜中了，跟你讲，等一下多人游玩让你进来。等一下，全部人都说我猜中了。啊？对对，大家都说。等一下，全部人都说我猜中了。好吧，龙象我们来开吧，这样大概可以开个大概两三场吧，我猜。哎、欸，今天的人数有比上礼拜多吗？有吗？现在多少人？286，我看是286，你看多少？差不多吧，好像跟上次差不多。差不多吧，上一次好像27多。对，差不多，差不多。我今天没有去族群那个发布哎。哦，对啊，我都忘了发。我也忘记发了。哎、欸，我们今天是开到几点？一样十点吗？我看你们啊，如果很多人想玩的话，我们就可以开到十点。很多人想玩开到十点，没有啊？对啊，哦，不是，很多人想玩开到11点，11点的。我想很多人想玩开到十点。你、欸、看我这边很多都还没打哎、欸，很多什么？很多关塔还没哎、欸，这是他们全部都释放出来的，我很多都没有打。你好像哎、欸，这个是要打这礼拜对不对？对啊，这礼拜的。这礼拜地狱级吗？你还没有过吗？我还没过啊，这什么东西？这个礼拜的地狱，对啊，完成哈，我还没打哎、欸，这是完成哪一个？那个，诶，那个龙虾那个叫什么、啊？那突然词穷，什么东西？他就是要指定先过那个关卡，我知道，他先写完成一个要，哦对啊，应该是想忘记是什么关卡，我没有看。好像是在基友吧，基友关卡对不对？应该是哦，好像是哦。在这边吗？对。我要它。看一下。对啊，这个啦，这个啦，这个啦，这个对不对？对，这个对。这个我连打都没打吧？都没有吗？哎、欸，还真的、欸。哎、欸，有啦有啦，我打两，哎、欸，这哪一个比较好过啊？哪一个哦？好像是水吧，水是水的应该是最水的跟木的啦，因为木的基本上现在有希腊都很好过，水的或木的、哦，嗯，记得没错的话，水跟木好，那你要先刷对，要先刷，没有啦，我改天再刷好了，如果我现在刷的话，大家很无聊，看我这边刷这个。刷这个很无聊哎、欸，这个那刷碎片啊，按机油我打超久的。你说上面这个第一个对不对？对啊，我至少打差不多50次有吧。那我不要打那个，一直卡一直卡，那就打快到王冠就一直卡一直卡。按机
你说水跟木哦，这个吧，这个是木的，对吗？对，水的其实水的也蛮简单的啦。这火，但我打木，因为我只有那个我有炼火。好啦，我们先开多人，先开多人，多人多人。我在开了。好。今天想玩什么队伍呢？一样溜风吗？因为好像没有，好像还是一样没有开啊，不是吗？对啊，没有开，我们就不能玩别的。火的话，只要水北带头，双鱼摆尾。哦，可是我没有练水，我都没有练。有人今天考完试了，好棒哦！不是这个礼拜都要考试吗？对啊，因为好像有，就是大家，其中啊，对对对对对对，王林我打了哦。好。哎，为什么？怎么了？到那个了。没有，没事。哎，哦，原来要塞我都过了、欸。真的哦。对啊，我刚刚才发现，我一直以为我好像没打。我那个，哎呀，这个队伍好奇怪哦。怎么了？哦，你用这个是什么队？没有，就叫人家画给我，为什么没有？哎，要玩的赶快哦，加快人的脚步，赶快按。先抢先赢、那如果你们有玩过的话就尽量让给其他人。嗯。里面塞了一个光。小、欸、伟、欸。你换那个光缆给我啦。光缆好。奇怪，我刚有看到我们公会有人。你要用这一队打吗？哎、啊欸、有人进来了。OK 啦，跟奶油二代真火吧。是啊，那去我们要这一队打吗？对啊。等一下，他的队长技是什么、啊？哦，神族攻击力 2.5。天蝎啊。嗯。这人太变态了吧 ？CD 全六哎、欸。准备。这是无限开技能的开始。对。你这个太可怕了啦！欸、六只哎、欸。光芒我换了哦，等一下用可以、啊。应该等一下出来就有了。哦，你们要用另外一队，对不对？没有，上次说要用的、啊，是没有。欸、要让我、欸、我要看那个聊天室、欸。没关系，你看你的聊天室，我们怎么找我们的？这一队是没有很强、欸，是就是练起来当纪念这样。这攻击力看起来蛮强的啊。可是他攻击力有一点。悲剧，他要配那个啊，配谁啊？神族。配巨蟹啊，攻击好像九倍吧。随便转了两坑他就过了，因为他现在是阿普，你才是土豪吧？你问肖威，肖威谁是土豪？当然是我们福哥啊。对啊，福哥，我现在都希望他赞助我一台六 S， 他都不理我。谁谁谁？阿福啊，我可以吗？没有啦。如果阿福，很不要脸的跟他讲。我如果有他的财产的一半就好了。我现在应该是神队了，什么队都五只五只五只。因为打七风太久了，上次有打过了。对，福哥，我们来做个交易好不好？用红林一颗抱枕跟你换 一台六 S。哎呦，可以呢，划算哦。对啊，红林抱过的哦。他说，他说他不想要。他会说他想要。他会想要，他怎么想要？哎、欸，我们上次那个台南那个聚会有没有？嗯。他一直密我说，哎、欸，你跟红林要签名，你跟红林要签名。他应该会说好。哎、欸，阿虎，给你机会。人呢？哦，对啊，阿福，出生哦。他怎么出生？他只能留言吧。对啊，
赶快出来啊！我有在看聊天室哦，在期待他回好。对啊，他不见了啊！人呢？哎、啊，我都没有开技能呢、欸，库存制啊，技能赶快开一开啊！浪费，你看，每一个回合都可以开啊。对啊，哇，阿福换的啦，超划算的。没石头抽卡，阿福不要抽了啊！你看你现在不是都留手机吗？哎、欸，他抽卡，他都抽卡换灵魂的。对啊，超强、哦！我都没有，我都是用打。什么？哦。然后抽一抽，然后拿出去卖啊。抽卡拿去换灵魂。对啊。我最好是没钱。哎、欸、呀、啊，我的生日礼物嘞，阿虎！哎、欸，我已经打过了。哎、欸，你已经打完了啦！欸、我还在看待。已经打完了。我在跟工人聊天。你看，又有人要买石头抽卡了。耶！第三。嗯。如果多人有八封关卡就好了。其实我对啊，好像少，就有一些关卡没办法。七封就打很久，还打八封。抱枕换六 S 好划算哦。对啊，阿普只有你有哎、欸。对啊，红领说限量128 G 的、啊，然后玫瑰金，好不好？呀、啊，玫瑰金那么好卖，我们不要熬它啦，就金色的就好。没有，他那边还有玫瑰金呢、欸。啊，还有？有啊，有128 G 的、啊。哦，虎哥现在靠你啦。对。哎、欸，有人问我还没洗澡，对我现在还没洗。没有，我都开完直播再洗。谁啊？那么注意，没有洗澡都看得出来。哇塞！我们看一下，现在如果有人要玩，如果超过20个好了，那我们就加开。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10点就结束。如果有超过20个加一，如果有要玩20个加一，我们就再继续开吧。来吧，看一下。有下位还是没有、欸？哎，奇怪了、啊，还是没有吗？我重登一下好了。对啊，你重登一下好了、啊，没差。真是太奇怪了。我已经换了啊，而且我是挂到我自己的代表，应该不是工会的吧？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挂到我自己的代表。六七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二，开直播也能洗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开直播洗澡，红领去洗澡，大家是要看我跟龙虾聊天吗？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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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哎呦，又不是一期，有二十个吗？版主有吗？那个 MOD 有吗？哎、欸，阿威，你算一下，我在开那个。有啦有啦，有二十个啦，有啦有二十个有。好像、啊、已经超过了。龙虾应该有妖狐队，他们想看妖狐队。龙虾有妖狐队吗？收到一只而已，我也想练哇。你只抽一只，所以没有妖狐。我如果有抽有五只，我一定会练。哦，红林没有跟巧巧一起直播，今天巧巧他有那个上别的节目，对，所以今天没有。嗯，我也才两只而已。不要再讲，我才一只，哎、欸，有了哎、欸。你们到底是要用什么很奇怪的队啦？想先哎、欸，我要打了。等一下，现在没有，欸、没有人要，我没有。我想说没有退出，怎么大家都进来？不是，不是这个没有换，想要奇怪，大家都进来。等一下，现在才要开始好吗？
这一堆就是上礼拜说要玩，然后没有玩。然后你们该不会是选那个几秒转租吧？就他想要用那个光狼、双狼。哦，那个很难呢。这个是怎么回事？超变态的。他在玩你。无知我天哪！好，赶快抢进来！如果你玩过了，就让给其他人哦。那下一场要打什么？下一场我要找一下队伍。奶油二代真火吧，你刚刚有进来过了，你现在又抢到了，实在太厉害了！人家网络应该很好哦。你要让一下那个其他人那个进来玩啊。还有一个是熊猫。奶油二代是有玩过了吗？对啊，我记得是啊，我记得他好像刚刚玩过。那个玩过，给其他人玩一下哦。快点哦！好，再缺一个哦。缺一个。疯子，好，出门哦。这个是风之痕，够。什么账号已遗失？怎么了？你没有绑定吗？这有绑定应该都要得回来吧？对啊。那天老黑跟我说他的 FB 被封锁了。哈？所以他的账号也要不回来？神魔账号就是要不回来了。就是他不能用别台灯啦。啊，两秒啦。对啊。对啊。这很变态欸，我只能找一个全体啊。一个全体就过了啊。那个我卡按猪。这一种关卡主要就是你要洗，真的要洗猪啦。这真的太夸张了啦，这怎么转啊？两秒欸。你可以用这个链转猪啊。这个太难了吧，我一直在想欲哭无泪了。不会啦，他为什么快死了？不会啊，红领转的还蛮顺的啊。对啊，很急耶。对啊，有压力有成长。这个压力太大了，我的天啊！这我们当初要比赛的时候都用这一种队伍在练。啊，我差点死掉哎！攻前度要小心哦。然后完蛋了 ，CD 怎么还没跳？跳！那个一路开到最后，对，一路开到最后。第一名的是在哪里？那个，这个是选上，没关系啊，都可以。一个，反正他一个是光代表暗，然后一个就是这样子大号令，所以你可以。如果没有按住的时候，就轮着开。哦。耶，我第一名嘞！耶，必杀，运气太好了。其实你都可以一直开大号令的。我刚刚有电话掉。刚刚有什么？我刚刚在接电话死掉。没关系，应该我想应该很多人知道你在直播，很多人打电话给你。没有，我妈打给我。没有打给我，不会影响啊。然后再开一个。有人追过我了，你们趁我在讲电话的时候。这是什么？大号令啊，第一支，对啊。可以再开吗？不行。这样就好了吧？
两康。然后等一下你要开那个，对对对对，开这个。好，开了就转。耶！好，楼下你妈打电话给你，对不对？对啊，怎么知道？一定是阿福打的，什么？阿福打的，我不会接啊。哦。他如果打的时候，他要送我六 S， 送完你就接电话了，是不是？马上接哦，然后就不管那个了。我应该是内心呐喊，对我都是很多内心，只要想好上康，不用高康。啊，我最后一名，派内奸打电话給。抢这个要有技巧的，有些人抢很厉害、欸。等一下应该要先打电话跟我妈沟通一下。怎么要在这个时候打来乱呢？你没有在家吗？有在家。在家，你妈还会打电话给你。我这个要先离开。我自己住啊，避免有人进来。还要打吗？对啊，还要打吗？你们要打什么队伍？对啊，你们还有什么队伍想打？还是你们想看我打？想看我打，压力好大哦。对啊。你这样，你还有别的队伍吗？还是你们想看什么队伍？如果你们想看什么队伍，可以说出来。我已经过轮回了没？我刚刚我刚刚已经打完，我们打到第几关？第九，刚刚打到第九。对，打到第九就狙了。我死在那个七康盾，好像没什么可以打给大家看。你们大家想看什么？看我打这些吗？小伟，你有那个吗？龙傲吗？你有练吗？什么龙傲？就那个 BB 队长那一只啊。你有练吗？没有哎、欸，我没有练。是哦。还是你们想玩那个吕布队啊？吕布，全部炸到尾是不是？炸一直吃石头。可是他这样子的话，就是他没有攻击力啊，我记得是这样的、啊。是这样没错。对啊，就是要打很久。吕布队真的会打很久、哦。对啊，救神队超级，我们先打超级啊。其实之前后面那两只猫猫跑去哪里了？你们想看那两只吗？在这里。猫猫。这个、啊、我之前放在后面的那两只，噔噔。打十二宫好了，十二宫很久哎、欸。其实这秦明队、地精队、BB 队。BB 队我有啊，好啊，不然玩一下比较特殊的啊。大家看这样就好。欸，有人支援我了，我先重登一下。你说你要找队友是不是？你在找队友是不是？是啊。你看我光包还没练呢，就29而已，我好多都没练，然后包一堆一堆，我都不知道怎么清。光包要练一下吧。对啊，很多人都说光包还比较好。嗯，还不错。嗯啊。就我今天打到第九关就死了。我谢谢啊。现在换我在挑战，边跟你们聊天，我边打轮回。哦，真的、哦？对啊，我是你要开，我要开，你们要打什么吗？这个他，因为他没有什么，就只能打六攻吧。对啊，就看看大家要打什么队伍吧。嗯，有没有想
五鼠岩溪队。哦，岩溪我其实还没有那个玩过哎、欸。哎、欸，我岩溪其他，哎、欸，水火木都没有解放。哦，你都没有，你也没解哦。我只有用暗而已。我是打打几只？打三只还是打五只？我就懒得练了，我就放着。哎、欸，我那一天，哎、欸，有人想看全部火物队。我上礼拜五有抽到，我应该差不多下个月会开始练、啊。想要看什么？全火物啊？全火物、啊。有打，我们会打。哎、欸，龙虾有人在等你啊！不打多人了吗？要要要！你们先打一场多人吧。没人快开啦，虾。好，我要开。有人说教一下怎么抖内，抖内我那个平台，平台下面有一个那个连接。我在开了，我在开了。连接点进去，嗯，连接点进去，然后要填一些资料就可以了。但是好像要信用卡，信用卡才可以。结果那个人是阿福吗？对啊，应该真的吗？我抖内的人是他。他是阿福，是 A 七八八八九。不是啊，哦，所以是 B F B F D F G 一二三五四。哎、欸，福哥，红莲都讲你了，你不抖一下对得起他吗？姜士离，姜士离是是什么？是有火屋红莲队，有，可是要等一下换我开的时候，就有火屋红莲队可以打了。哎、欸，龙虾好了没？龙虾好了，龙虾你好了，龙虾睡着了啦。龙虾人嘞？呼吸。喂。你开了是不是？我要叫救护车了。欸、开了。没有，他刚刚为什么转静音？麦克风？没有，你问你为什么会转静音啊？我一直在那边说红领我开好了，红领我开好了，什么奇怪？哎、欸，你们看到我现在直播画面在输入，你们就要赶快输入了。没有错，难得放假，虾你不给我打，你是谁啊？难得放假，虾你不给我打。七八九九八七是谁啊？七八九九，哎，七八九九八七，对啊，是谁啊？好，我们把这两只放后面。全退。火屋我有啦，我也有五只了，是还没练。哦，你知道这一只是什么吧？哎、欸，皇子啊，嗨。哎、欸，有人进来了，钟文豪跟红。OK。皇子，你不是在上班吗？哎、欸，皇子，你要不要进来打、啊？哎、欸，我都还没看过你耶。皇子很爱神意。我进，要进了哦。嗯 ，OK。上次去台北又找他出来又不要。这不是有季就开吗？对啊。我今天运气不错哎、欸，已经打到14。好好好、哦。哎、欸，你等一下不是要开房间吗？对啊，所以我尽可能打自杀吗？对啊，等一下再自杀。哎、欸，这只有一颗啊！啊，这怎么那么烂？攻击好烂啊！本身有技能就开啦。它是什么转啊？我也没有这个。什么东西？你说技能哦？嗯。我觉得。然后配那个啦，配 BB。对啊，它是什么才去转啊？它好像是五。诶，龙虾你的都满技了嘛？对啊。好像几 CD 按一下，它就自己会跳了，不是吗 ？CD 啊。对啊。
啊，对长机是人类攻击两倍，不错了吧？这好像攻击还好哦。对啊。没有，就是刚好地狱级，然后就有时间就打。我奥丁也是五只蛮技啊。哎，怎么会留一只在那边啊？有什么？没有没有没有，你打你的，你打你的，你看不到画面。可是我开直播想了很久，我根本就没有想到说那个我哪来的勇气打什么欸，开直播打什么其实还好吧，很紧张呢。游戏就是休闲，打不好会被别人跑目前是没有，玩游戏开心就好，目前应该没有人在跑吧炮的已经被崩掉了，所以看不到。这个可以踢人哦。对啊，这可以踢人啊。这么神奇。对啊，所以楼下不要乱讲话。没有骂你的人，我会跟他说啊，不然你就暗队比我强的时候再骂红领，对不对？暗队，对啊。比我强的时候哦，先讲哦。有小线的头像。小线有来哦，哎、欸，不是哦，那不是啊，不是啊，那应该是小线的干爹。是啊、哦，应该是小线的干爹，只是长得很像吗？不是啦，就是MOD， 你解释一下，鬼鬼，鬼鬼不见了，鬼鬼跑去哪了？我没有啦，那是他订阅小线之后，小线那个小线台的头干爹头像啦。哦，就是干爹就对了。对了，小线的干爹啦，你可以理解成小线的干爹。嗯，哎、欸，阿布，阿布，你要的话也有啊，你当个干爹，干爹就有了哦。所以刚刚小线的干爹抖内了是吗？啊，有吗？真的假的？真的吗？小线干爹有抖？10元，十元。真的吗？谢谢你，谢谢。他叫什么 ？T 怎么念 ？T O M K U O。不是啦 ，R O N A 那个巴龙啊 ，Ronaldo Lin 巴龙哦，原来那么多小线的头像，谢谢嘞，这是巴龙对不对？对对是巴龙，谢谢巴龙。原来那么多人用小线的头像，这输出好弱。应该赢了，没有啊！你现在第二好吗？啊，我打死啊！我刚刚在天降，第一名。没有，你现在哎、欸，真的哎、欸。啊。为什么？因为是我的队。变态。对啊，你看，这个要转全体啊。对啊，转全体。好啦，我下礼拜。下礼拜怎样？下礼拜你要表演什么？拜我把另外一组练好好了，就没有什么时间。这礼拜六日要去绿岛。这么好？对啊。你要去进修啊？我要去看我老朋友。好、oh, ，你要去绿岛？去进修？你要去绿岛进修？哎、欸，没有够、哦，这个怎么办？你给他没有啊？你就开啊，然后转一次，然后给他转按住啊。你就尽量全开吧。他为什么刚刚没过？可恶！我没有切猪，不会切。
小伟，等等等，换你开哦。好、啊，可能要支援一下我那个三满的活物。我刚刚看一下、欸，这个好好玩哦。我去换，我去换。这个好好玩哦。你说这个对我？对啊。就是一直开啊，可是好好玩哦。要等他那个升华或是解放吧。这个不会玩的，随便转都可以吧？对啊，蛮好玩的。哎，过了。有啊，我火屋也那个了、啊，也五只了、啊。我应该会下个月再练吧。哎、欸，小伟你要重登哦。小伟你打完了没？啊，我刚刚自杀了。哦，你刚刚真的假的？真的啊，没差，明天再打就好了。哎、欸，我刚换呢。经纪人就是任性。小，我先再重登一下，看有没有。啊，不然你先看有没有。对啊，我先看有没有。对啊，那个刚刚经纪人是 CD1， 所以我刚刚说怎么这么好玩，因为他我转完他就一直跳，所以我刚刚在无限的那边开，玩到后面无限开。你也可以玩那个 CD3 的、啊、，CD3 是 BB 啊，哦 ，BBA 五只啊。嗯。好，等一下，让我们让那个肖威开一下。巴龙，等我出国回来，我要吃小和牛。小和牛，小和牛有什么？我没吃过。小和牛是麻辣锅吗？没有啦，牛排。哦。牛排好。那、啊、鬼鬼，你什么时候要请客、啊？我什么时候怎样？请客啊。有十七号走啊，请你吃饭啊。十七号。什么十七号？十七号那个，我十七号才会跟你见面呢。哦，对，你们都会去吗？对啊，你们会去吧？我会去啊，因为他要给我公关票，可可。哦，我们都会去啊，到时候再一起喝就好了。然后是谁那天要请客？啊？欸、你们住北部的真好，都可以一直出去。不是啊，他抽中那一台不请客。哦哦哦，对啦，六 S 嘛，十六 G 的、喔。我不知道啊。红林怎么没有加入 AHQ？ 那什么？那是什么？应该睡觉了吧？红林会打咯吗？我最近才在练习耶。对啊，现在好像练到六等了吧？慢慢练，还在练习中。我觉得之后应该还是先从艾希慢慢练。哦，红林怎么没出现在网络名人里面？因为那一次的活动，我们与厂商有后来有找我，但是就是我们之间就是有就是没有谈拢，所以后来我就没有去。没有去。哎、欸，好牛！我打了。打我很可怕、啊。什么东西？没有啊。对，没错，不要问，很可怕。就是我们是那样，嗯。画面断了吗？这个应该也是要打很久、啊。哎、欸，真的耶，画面断了耶。等一下，对，这个要打很久。画面有断吗？没有、啊。对，我这边断了。啊，断了。真的是，可能传输线的关系，就是传输线。嗯。对对。应该要有一点时间哦。如果真的要打这一队的话，因为他才两倍，不能五只都开，哎、欸，六只都开不能吧？他就是你只能靠尽量的直排吧。那、啊、就开一只啊。就如果会死的时候就关掉啊，然后再看。你要开别子，哎、欸，那个先攻蹲那边可能要关掉，你会不会死啊？哎、欸，猫，我那一天也是用这个程式、欸，我是很那个。当你有用这个程式啊？没有，不是。可是我没有插传输线也可以哎、欸。
因为插传输线会比较顺。我那不行了啦、啊，看来他说他累了，今天开台只能开到这兒。怎么办？所以开会比较顺啦、啊。有插线会比较顺。顺很多吗？欸，可以了，可以了。红铃就是用线连接啊。是啊，我那天超钝的。好了。他们刚在家里用 WiFi 就很钝。他们刚刚是没有看到那个我输入的号码。对啊，还是你要出去再一次？我出去再一次吗？对啊，给他们看啊。还是我打在啊？好，没关系，我给他们看啊。先嗯。你一样没有变，对不对？对，没有变，没有变。好了，那大家要复辟了。你看，这是肖威的队。啊，这个跟我打大概要花不少时间哦。如果要玩这一队，真的要花一点时间，因为火的两倍，好可怕！这个开开关跟开开关，来玩开关啊！哎、欸，有人进来了。欢迎他们有打过吗？這個、因为我不晓得刚刚没有没有没有哈。这是什么 ？Yes Change 哦，跟雨沙隔绝、啊、哦，雨势隔绝。对，准备，要准备啦，那我们就进场咯。OK， 啊，红夏交给你讲。这个我们看一下，我们要打到，应该是蛮好玩的啦。这个感觉就是要打很久呀、啊。不会啊，你开技能应该是掉落，开技能不错吧？没有，你攻前盾那边先攻盾了，先攻盾那边可能要关掉，不知道会不会死。哦，对吼。可能会死啊！哎呦，卡火猪啦！对啊，自己不给自己力。哎、欸，差不多哎，跟刚刚那个金鸡人队差不多。卡火猪啦！可是他没有办法像金鸡人队这样子啊，他一定开机啊！对啊，他没办法。啊，你只能靠运气。哎，我快死了。这队我应该也会练的，最近刚抽满。为了红领，我只好牺牲一下时间练一下火。练一下火屋。对啊。就是好期待他解放哦，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对啊，我也很期待。哎，上次好像。要多久之前说有在规划、啊？可是，对啊，到现在还没。对啊。这一直想我最后一名啊！哎、欸，我还跑去写信跟他说，旁边可不可以画一只龙虾？因为我是红领。真的假的？对啊，真的假的？真的啊。然后他跟我说，他跟我说，谢谢你的建议，我会考虑看看。真的，他有回你哦。有啊。你太可爱了。超好笑的！你就说我要下面满一堆龙虾，对啊，没有，我还解释给他听哦、喔。然后呢？对啊，然后他可能听得下去吧。哦，对啊，就让我们期待一下吧。他说不定会画在那个角落，画在边边，有没有？居居的，我刚刚也居居了，因为那个小魔女。对啊，就先攻盾啊，然后遇到小魔女又打，对，哎，怎么没有开技能？哦，对哈，对啊，先攻盾没有了吧？应该一只而已。这可以开开关关的意思吗？对啊，就开开关关开开。红铃版的希腊队。太有趣了！好，火屋烤龙虾，这样好吗？火屋烤龙虾。哎、欸，我说真的，我真的有去建议耶。
这也太可爱了。我觉得重点是他们有回你。对啊，他们还有回。很久了，很久之前了。可是现在还没啊，我觉得他那时候还蛮期待的。那可能那一只龙虾画不出来吧。所以其实都是龙虾的错，给他们什么建议？所以他们出不来。没有，他们还在想说我要画在哪边。好，都没有火珠啦。开技能，我开技能啊，会比较好。对啊，自己不给力。哦，我都要睡着了。现在光想到王冠，我们大家不知道要死几次。王冠哦。对啊。就靠天降啦。好不可力哦。就是红脸，不然你把一只关起来，然后再开一只看看，看会不会比较给力。有。有，你一说就来了。对啊，要关一只，开一只，看会不会，反正就是一直给他开就对了。哎、欸，其实比我想象这么快啊。应该是可以啊。挂掉了！哎呦，吓死我了！那个跟 Terry 说应该是没用。哦。噔，我们大概挂几次了？看一下，张海吗？张海有来吗？张海是谁啊？有一个人叫花海，现在改名叫张海，是吗？哦，你应该要尽量转直牌啦。张花海，所以现在是要转直牌哦。因为火屋直牌有加成啊，直牌四颗的话有加成啊。我怎么自己都不知道啊？是你是说应该是那个升华的时候？对。哎呦，转错科了啦！哎呦，没有。第二名。死掉了。对啊，死掉了。噔！打炮。哎，其他人打完了。对啊，都打完了，剩我。对啊，都打完了。他还在转哎。大概是要等我复活才会转，对，他会等红领复活才会那个。赤峰有来，赤峰的账号是什么？那个赖四贝尔就是赤峰。L A I 四贝。哦。L A I 四贝尔那个对。红领怎么不开火屋？哦，对吼，因为我刚刚复活忘了开。怎么办？我要打很久哎、欸，这个感觉要打很久哎、欸。应该快打完了吧？我不觉得他快打完了。然后直牌四颗啊。这个直牌四颗在打巴比伦。哇，就很类似在打巴比伦这样。啊！不行，尖叫！要不然有人说我的台都在尖叫，有人说过吗？好像有吧。好啦，再死一次了。我好像啊，他又吸我血。
所以等一下进场一样、啊、是开火屋。哦，好，差不多了。左右也是十开技能，都听他唱，来，不要来对我唱。应该是可以的吧？应该可以啦，刺客。哦，有了，有了，有了，火屋给力了，他睡醒了。他睡饱了。好吧，那我们开到11点好了。所以还有要玩什么队伍吗？对，你们还要玩吗？有没有人想要玩什么队伍？阿普，你叫什么？嗯？没有说阿普说什么快叫？哦，对，我上次有去网咖直播打咯。嗯，那上次我好像有看到一点点。你说巧巧那个打咯那个、哦？对啊，我一开起来就听到他在骂脏话。这很正常，我跟你讲，要你们开悄悄台要心理准备，打开来，你要确保周边没有人。还是我们这一次换那个，嗯，换逍遥。哦，你要先跳出去哦。好，我先跳出去。那我说逍遥要先跳出去再进。有，我现在要开，一样是六封嘛哈。对啊，打七封都打很久。跟官方建议一下，开个关卡给我们这样。对啊。按摩族队。仙剑队，红林也会骂脏话哦。偶尔，啊，脏话会吓死你们！那个，我这边看到的，我好友的灵儿没有满技啦，所以大家可能想要他技能跳的话，需要久一点。这个是。哦，换你换衣服就对了。我好像木的没有打到，还是木的还没出啊？按摩队，对对对，那个注音，新注音。按摩队不就要叫那个消防起来？还要叫五个消防起来？怎么这么可爱？对啊。哦，言下之。哎、欸，有人进来了，炎夏之职跟阿阳、欸，那你要配谁？哎、欸，这个逍遥、欸，啊，阿普，那个逍遥，你不是有配队员了吗？那个、啊，对啊，还没跳、啊，我重按一次看看，跟那个上礼拜一样，对啊，欸、那个队伍，你把一只取消，然后再点一次，然后再跳出来，你选队伍那边，有了，你看。哦，对，然后我再选一次。啊，你第二支，你第二支没选吗、啊？没有啊，改一下啊，我改木屋好了啦，不要用主角，对啊，主角有点 OP。所以以后如果你就是卡副队长，就是直接跳进选卡片那边，然后点一下，再点一下，再跳出来就。好啦，大家点准备咯。哎、欸，我们聊天室的人在唱歌是不是啊？你们是哪一天要开 RC 的要来唱歌是不是？欸、一没有啦，我们17号要去唱歌。哦，你们那天要去唱歌。红林只能负责吃，他没办法唱。欸、我可以帮吃解决吃的。帮我们大家试试看那个食物的味道。对对对。我可以帮你们每个餐点都试一次。好了，我们进场咯。嗯。
还有月海哦。月海是月海还是花海？还是张海？同一个人啊？是张海，是张海。哎，叫张海就好了。这个这一档记是什么啊？我没有玩过这支。所以花海跟月海是同一个人。对，同一个人。花海跟月海跟张海是同一个人。是啊。那就是三鼠啊，你消越多。三鼠消越多。花海、月海、张海是三鼠啊，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你在讲？小威说的啊。我刚说完，他就说他是三鼠。哎，不错啊，变三鼠。他说消三鼠会比较有输出，是不是？对对对对对。没转到。怎么又留这一只的、啊？哦，这只血很厚，是不是？它防御比较高。哎，我玩这一种杂色队友真的是玩不习惯，怎么玩都玩不习惯。哎、欸，不行，他不行，但我更开心。结果是没打到。哎、欸，这输出还蛮强的耶。对啊，这一队的输出其实还不错。只是我玩不习惯。三屋主角，哟，红莲第一名呢！哎呦，真的耶，真的耶！其实他们想要在最后一局都想要让我拿第一，有没有？跟上礼拜一样。最后一局让我拿第一，这是最后一局吗？还 没有啊，没对啊，还没啊。所以等一下有人玩那个按摩队啊。按摩队，我们大家都要睡了。那我要先去买眼镜了，我先离开一下。啊，这要转全体，对不对？转全体比较快。不行啊，这要三。这个开水屋，这个开水屋吗？哎、欸，水屋还没开哦。对啊，可以开了啊、哦。开了啦！哎呦，靠北，我按错了啦。哎呦，刚好听到关键字。嗯，没有没有，都是幻听，都是幻听，你们都听错了。对啊，关键字。没有没有没有，你们都听错了。耶、yeah, ，还没关系，这样还是过了。最后还是没拿到第一，因为这场不是最后一局。哎、欸，我第一啊！没有，我不是第一。然后你说，哦，肖威你第一哦。我默的第一、啊。真的耶，真的耶。默默就对。哎呀，太专心了，太专心了。嗯。这礼拜不是都会有地狱级吗？嗯，这礼拜会有。对啊。都有啊。应该要有游龙虾来表演的。我开地狱级应该没有人要看吧？我开地狱级大家，我开地狱级大家应该都是来看课，给猴林准备课多少时啊？哎、欸，有人抖内我。是谁？是谁？等一下、哦，
谢谢谢谢，是那个小英，小英又走520，走520，5.20。哦，我想要走520，吓到我，直接叫他干爹了。大家都叫他干爹。对啊，结果他是女生，叫他干爹，这样好吗？干妈也可以啊，无所谓。有办法走到520，真吓到我了。哎，和我刚刚讲了什么？哦，对啦，我说第一集应该要龙虾来表演，看我的话应该表演 curse 啊。那一天，我那一天应该是晚上下班差不多9点，然后洗完澡，然后马上打完，我可能就会去睡觉了，去睡一下。对啊，因为我那一天凌晨可能3点我就要出门去东港集合。哦。对啊。我觉得新的第一集很难啦、啊。现在新的、啊、这一第一集要这是复刻的不是吗？这是复刻的吗？是啊，新的啦。新的吗？对啊，新的啦。哦、他王冠好像要消30颗水珠吧？哦，30颗水珠，那也要水队吧？那就只能用水队啦。对啊，那我一定不行。我想用暗队。水。可是30颗水珠，你怎么用暗队？对啊。可是我有两个选择啊，我第一个我可以拿抓那个谁啊？水不是有一个那个全转水的那只吗？嘿。对啊，哦、可以带那一只啊。你又三清嘛？对啊，第二个就是开龙科啊。啊，可是开龙科应该洗不到30颗，我觉得。也是可，龙科一定应该没办法30。对啊，可是消30颗之后，你也是没有暗珠可以攻啊，你可以开暗多，不用啊，啊，不然怎么用龙科消珠？啊，一定会天降的啊！现在是肖威，你要开吗？要还要想打什么队伍吗？三相信没有啊，我就顶多就带一只那个啊。猫公爵就好了、啊。那这一次我们最后这个时间，我用光队好了啦，给你们打一下七风吧。好啊，你要用那个光八吗？对，光八。好。其实应该我先把队伍配好。没有，我是主打暗队啊，然后其他队我都有练，不是都满等。嗯。所以正常有龙科的话，我一定会解，成就我一定会解。对。哦，对啊。要解成就很，我就好厉害啊。咦，红林有那个暗的六星就可以拿到那个号角啊，你可以解一下。哦。对啊，那个还蛮简单的。嗯。然后我们这一场是打七风啊。嗯。你要开哦，对我开，对他开光，哎，我用光，因为我也还没打过光，因为我没有练功。三清加猫公爵，对啊，满等不满技，应该是可以啊。哎，你开好了，开了哈，开了，我就用暗队打给你们看。就是要用暗队。好奇怪，5.20可以，5不行，看来注定只能得5.20。那是什么？得520的话，等于快要30000块。他是点呐、啊。我知道啦，我的意思是刚刚有人在怂恿他投520啊。没有啦，一万七啊，一万七一万八啊。现在是30吧。哦，520不就1万多，16000-17000。哦，对啊，3万块。好不好？难怪琪不问你数学。我说我跟他说我只会加减而已、啊。有人进来了。我就不会了。萧阳跟无聊。
我会把火八队员在火部时凤林和凤林天和三清满了，对，满了。其实大家手脚都很快。我们准备出发咯。Go！ 为什么你会再多带一个那个啊？大圣啊。嗯。第五关破防，第四关的时候尽量不要打太快，第四关把它开了，进第五关就直接破防。哦，所以要第五关开。没有，第四关开。第四关，那我要洗技耶。对对对对，要洗技。你不是都满技了吗？啊，都满技你还是要洗才能用啊。对啊，我觉得红领应该会打太快。对啊，怎么办？我们来洗一下。这样。哎呦，这个武康哎。这两只不会打死我吧？不会吧？不会啊！哎，超过了！我天哪！这个队伍应该还好。红领都打到第三关了。红领那个还没跳哎、欸，那个。啊，哪个？大圣还没跳。对啊，没有，他还没攻击我。哎、欸，他攻击了是不是？对啊。啊。啊。好吧。他这还有 CD 多少？这一关你一定要洗。你这一关要洗技能啊，然后要带走的时候要开大圣。这个。对啊。带走的时候要开哦。对啊。啊、不然你进场就不能开了、啊。你不要转，不要转直的四颗啊，这样很容易偏降那个光子。那我不要转，这样。哎、欸，跳跳跳了，所以现在开吗？开就带走啊，开啊，开就带走。对啊，开带走。我们要拼第一名。哎、欸，等一下要转全体哦。啊，太快了吧！全体，全体啊！你还有一回合，全体。一定要全体啊！不用啊，没有全体也没关系啊。对啊，不用全体啊。对啊。这压力太大了吧？攻击，因为你有六只角色，攻击就全打了。我刚刚快看错了。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啊，我看到你太快了。怎么都是先攻盾呢？哎呦，这么多星哦，是怎么一回事啊？因为七风好像先攻盾会比较多一点，跟那个指定 combo 吧。这攻击力好强哦！还不错吧？哎、欸，红领第一名了、欸，真的吗？真的啊！哎、欸，有人离线呢、欸，他可能放弃了吧？是这样吗？应该网络不稳，应该是放弃了。共生。哎、欸，最近不是六峰要解放了、啊？有吗？已经要解放了吗？好像年底吧。好像啊。哦。你是五峰还是六峰？好像是六峰。啊！他复活了，GG啊！为什么？对啊，不会GG吧？
都是不会啊。哎你，我快笑死了！我要打到什么时候？光源系可以开了吧？啊！我说你光源系可以开啊！哦，极限压血！啊，红领要超越我啊！这里王要怎么开？全开吗？王要怎么开呢？全开应该打得死吧？要全开吧？应该打得死吧？全开，这怎么开？这样吗？全开了，这个也可以开啦，成功送你啦。哎呦，都没有那个连在一起。啊，怎么降这样而已？哎，没死。该过，应该过了。过了，过了。我在转什么？啊啊啊！有了，有了，有了，耶！过了。哎哎，啊，有，对。我在等他，耶、yeah ！好啦，最后一场总是开心的，噔噔，最后一场总是开心的。我相信你们都会让我，第一名啦、啊。对啊，我等一下要专心来打我的新轮回。哦，对啊，看一下自己可以打到那个。我只想要龙科，给我。Yeah，第一名啦、啊！啊，我输了。你还没打完哦？你还没打完吗？对啊，你可以跳出了。啊、因为我打太快啊，技能都没有跳，再王冠就狂死。哦、对，然后我是最后也全部通通那个虾、啊、块捐是什么？虾。刚阿福叫虾，赶快抖啊！嗯，什么东西？什么东西？等一下，根本就没在看聊天室。老虎叫你抖内，他根本就没在看聊天室。哇！不要抖到吃土，对，不要、哦、对，拜托你们，你们可以抖，但是不要抖到吃土。抖内请量力而为。对对，不要抖。吃泡面。其实大家很想要，就是跟我一起吃泡面，对。时间差不多了啦，我们就不要再开了。对，差不多了。你就送阿福一个抱枕，那就送你520了。要啦，520不要啦，要520干嘛？那抱枕要换那个6S。6S， 128 G， 好不好？啊，算你一份。好，阿福算你一份，128 G 嘛，好不好？然后抱枕跟你换啊。我叫红领今天晚上再去抱一下哦。哇，什么时候还的？好啦，谢谢你们啊。红领如果阿福说他要的话啦、你今天抱一下，然后随便印个口红印上去啊，我直接开车陪下去新竹跟他换。好，如果他真的有确定要的话，我会准备好抱枕给他。直接先帮你换了。然后拿回来。红领还帮你 po 文，耶、yeah, ！我用到一个用一个抱枕换128 G 的玫瑰金，你看你多出名，好不好？考虑一下，给你考虑2个小时好了，好不好？哦，抖内的钱是会变我的，对，就是如果你抖内那些我都会收到，嗯，对。那我们时间差不多啦，好，谢谢你们大家，然后。之后看说开台要开什么，如果你们想要看一些不一样，或是想要玩什么游戏，或是你想要觉得想要看我表演什么，虽然我打了没有就是打了鸟鸟的这样，但如果你们想要看我打什么关卡，你们可以给我一点意见，对，
哎、欸，红你还有在玩那个剑心的传说吗？有啊，有啊。啊，我上次有遇到你。有啊，为什么？哎、欸，我还配对的时候还配到你，哎，为什么？啊、我你配到我，我还配到你，哎，为何？我不知道。72等哦。这也太巧了吧？没有、啊、你还没玩之前我就有玩了。哦，真的假的？对、啊。你玩的时候，我好像已经40几级了。你太夸张，是后来有人跟我讲，我才去宰的。是啊。嗯。哎、欸，红领的魔方还有在玩吗？好不好？可以啊，可以开啊。我觉得那个很难玩、欸。下次啊。我觉得那个很好玩哎、欸。哇、啊。下次可以开那个吗？那个没有办法限定跟谁玩吧。对。对。欸、他只能限定好友，他可以开好友玩。哦。可是开放给大家加，你的好友会爆掉。对。就好友会爆掉，嗯，但是那个可以给好友玩，我们可以往下次玩看看那个，我觉得那个还蛮刺激的。对啊，那个还蛮好玩的、啊。对对，我觉得很刺激耶。我看起来我在玩是吧？而且应该整场都在尖叫啊。嗯嗯，也可以啊。iOS 有剑心吗？应该有吧。嗯、好，没关系，就是今天到这边，然后谢谢你们大家。然后我们下一次直播见喽！噔噔，谢谢你们，拜拜，大家拜拜。拜拜。